兰姐，怎么样了？兰姐，怎么样了？兰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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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错字是前夫，文姐，哎，刷卡。 刷公交卡，零钱有没有啊？师傅，我帮他刷了，他脑子有问题。多帅小伙，歇了。你坐我这儿吧，谢谢啊。兰姐，你坐我这儿吧。 是让你助理来接你吗？要你管。兰姐，你想吃什么呀？随便吧。那我就给你买。好，我也去买。喂，兰姐，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鸡蛋饼。 我给你买了小蛋糕，还有果汁。兰姐，你要吃什么？要不就来个红豆的。我都可以啊。都可以是吧？除了红豆的，全部都给我来一个。神经病吧，这人。真是神经病。啊，麻烦请帮我快点，谢谢。小姐姐，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拍个照吗？好的呀，好的，谢谢。三二一。 好吧，好的，谢谢。三二一，好了，好，谢谢小姐姐，你们看起来好般配啊，我给你们拍一张吧。可以，可以，兰姐，我们拍一张吧。啊，好好好。来，三二一。哇塞，老板，进步神速啊，都合影了。不仅这样，他还跟我说了谢谢。 我敢肯定，他一定是被我打动了。李明轩，帮我把这张照片打印出来，我要摆在这儿。哦，哎，老板，那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不趁火打？乘胜追击？乘胜追击啊！保护兰博士计划第9条，雪中送炭，在夫人全力对付庄家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救夫人一臂之力。 那夫人还不感激你，那我去了。